所看到翠霞师姐，老菩萨啊，今年呢已经是85岁了。师父甲伊讲，双脚踏落地都爱有感恩心嘛、哦。伊做到，他做到了，有感恩呢，他就要报恩呐、啊，广度众生。对啊，厦门第九塞，他在那里呢，从环保收瓷器，度了250多位的回来受证，他们在那里哈、哦、开机算秀哈、哦，也是一再度一哈、哦，他说已经呢代代的呢沿落去第七代呀呢，这就是真正的就要有这一颗种子，花心立愿呐、啊。撒播到远方去，可以呢，让它落地生根，让它生长，让它这一棵大树还要年年开花结果，延续这个种子的善，善种子再播种，这就是我们要净化人心，从一个个的不断的净化过去，不是不可能。要有心，早上一大早呢，大爱台还有唐美元也来分享哦。因为呢，师父在咧讲《法华经》，因为呢，我们高僧传呢。真正的要很了解佛陀时代，所以他们呐、啊、到了这个印度去了，去体会呢大觉有情人，那就是佛陀，他悟世态苦中苦，因为呢他修行改进了，分得太清了啦。从小佛陀认为不应该有这样的这个阶级分别，但是呢很无奈，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贫富贵贱的分别呢，实在是解不开，所以才要出家去了解呢整个世态的生活，要了解呢生命的奥秘，因为这样他离开王宫出家去了，他经过了阿弥呢苦修苦行，把心灵呢静下来，好好的思考，细细的思想思量，终于心拢总完全真宁静。在极宁静的时阵，心里会有一阵子的这个震撼震动啊，会有很多的境界，叫做伏魔。这各家零零总总的很多的景象，他运用他的智慧，把这样种种相，在无挂碍、无挂碍故、无有恐怖那样的稳定，终于呢，把那一切的境界也拨开了，心呢完全进入了寂静清净那个境界，寂静清澈。自闲息磨那样的很稳定的笃定了方向，体会到了人生命的奥秘，一切天地物这个宇宙的奥妙跟人体的完全清楚了，所以阿弥
亚多明星啦，哇，心灵世界与天体合而为一。所以啊，去当尊，他体悟到人人本具佛性，所以佛陀教菩萨法啦。当然，讲四十多年、四十二年的法呢，讲过去啊。这四十二年只是要一个方向，众生呢，要会当了解佛法啦，总是爱先把杂杂枝枝的那一些拉拉杂杂的烦恼无明，把它扫除掉哈、哦，这实在是很不简单呐、啊。所以呢，爱花这么久的时间。但是四十二年后啦，佛陀呢，就是时间不够用的啦，所以呢，灵山说大圣法，要让咱人人呢体会、了解真正的修行方法，总是要入人群，行中道，去行行这个中道，你爱家己先自心。爱修行，所以啊，我们自心要修行，咱爱抵抗健康，抵抗吼，咱才会晓修好。师父定来甲大家人讲，见苦师父才懂得惜福。那怎样修好呢？咱才会晓为善解包容抵足。能真正的呢，健康了后，那你感觉讲，哈、啊，咱已经真满足啊，爱知足啦。既然知足呢，人跟人的中间计较什么呢？啊，我们还是善解啦，还是善解。所以，知福的人都爱知足，知足的人爱善解。有善解的人，才会要包容；会要包容的人，才会有感恩心。这种四神堂，一定呢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服用。所以我们安尼才会当到滋长慧命啦。我们还要时时要报恩，我们要报恩呐、啊。知恩就要报恩呐、啊，我们要报恩了，那就是要修好，付出无所求，还要感恩呢、哦。这都是咱伫咧行菩萨道，咱甲大家讲吼，咱要幸福啦，那就是亲像迄个 PET 呢，已经呢，都、就是啊。该制作出了，和大家人用过啊，就亲像咱人已经呢，原来生活的本性啦，伫这个啊来来回回啦，咱有污染吗？淡掉去啊啦，这被去除掉，就是咱已经呢是凡夫啦，啊，咱起码凡夫也可以当回修呢。我们回修，就是赶紧干哦。回到回来呢，赶紧该清洗过，清洗分类清楚。PET 这个分类去抽筛，就会当直播，会当做模特。这都是 PET， 还是呢干净的本性，这都是。我们可再利用哦，所以啊，生命中爱 PET 好好呢，垃圾该去何地？咱头个回归到等啊，好好来利用行菩萨道，行菩萨道都是历练过，哪洗哪练呐，啊，洗好清气，咱呢会当头个完成，咱原来。的本质吼，那尽量不要，不是尽量，应该就是不要把俗人呐、啊、的困扰
世人的好攀缘哦，带入来菩萨的团体，不要了，这无中生生有啦，哦，这种的酸渲染的哈，不应该有的信息，这都不可以哦，哈，那你这个团体呢，是一个很真、很纯、很善、很美的团体，这期待大家要替师父呢，记得净化人心，不要再有污染啦。咱家己爱顾好，也都爱顾好别人，请大家人爱用心。